商这个作品是用七个乐器啊，七个民乐，还有打击乐，我自己另外还加上人声，那么就七个乐器，每个乐器都用这个用现代的音乐语言来重新认识这些乐器演奏的可能性和语言特点。这个作品是个帕斯卡利亚，一共有23变奏。这个帕斯卡利亚结构用和这个民间音乐接起来，也是个很大的挑战了，很新鲜的一个课题这样子的。帕斯卡利亚我是八小节主题。琵琶独奏，这个八小节主题基本上掌握了全句，掌握了全曲。这个不是用这个不是的东西的，那么像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看就是搞一个十二音一样，我有个序列，我的十二音频率是，这是我的十二音的这个序列，几乎在我所有作品里都用这个序列。我想一开始很凄凉的形象，我脑子有很多悲痛，所以这个作品想法是个悲剧性作品。我就脑子里就是冬天很冷啊，天上飘着雪花，寒冷的雪花，这里面加那个半音转乐，就是用那个碰铃，一个碰铃就插着软锤，两件打击乐，这好像是个风吹沙子，寒风瑟瑟的形象。帕斯卡利亚第一个变奏就是熏出来，它熏有大小三种，我现在用的是最大的熏，这熏这个乐器。给我的感觉非常毛骨悚然，我就很想很长时间来找这个鬼魂的声音，熏特别有这个声音，呜，我感到这个音色特别有说服力和穿透性啊。那么熏这个音器嘛，不是有五声性，它只有五个孔，音也不准的，所以我找了一个旋律。完全不是民族音乐的思维，是个人语言，咚嘞嘞，这个东西不是个旋律。熏的主题一共有四个吧，也很长，它的原型啊，刚才弹过一次的，第一次、第二次逐渐伸开，第二个啊，第三个。第四个，这四个伴奏节熏的主题就完了。那么陈述下面的伴奏，你们看一次一次加多。第一次是琵琶，第二次加上三弦，第三次加上别的东西。
那么这第一部分就过来了，巡讲。那么现在到这个第四十小节啊，就第五个变奏，这时候突然响起来，全乐的响起，响起给人感觉什么东西呢？就人们在这个黑夜的走路啊，步履踉跄。那么这个东西和前面的训练主题很大的对比。好了，你们到第五个变奏完了，第六个变奏就是由大笛换大笛了，大笛出来再有四个变奏，还是一个宣叙调来吹，但是这个旋律性多了。这就是一种把这个戏曲旋律本来很就这个调子把它大大的夸张了，这大笛不很有表现力的，都是戏曲啊，你看这上大梆子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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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那么在第八个变奏里面出来，六十八小这个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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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还有第七十四小节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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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题出了好几次，后面还会出来。这个节奏来源哪里呢？就在我今天大量用的节奏，这来源京戏啊，京戏有一个就有一个节锣鼓点叫做乱锤，我把这个主题在交响乐里面叫做大量的用，这个来源于民族传统啊，这个把它一夸张以后，在这儿就成了一个大的悲剧性场面了。这个勋有四个变奏，中间八小节对比，然后后面这个大笛出来再有四个变奏，开始进入过渡段。过渡段怎么办？用还是用这个由慢到快这么个节奏，用三弦演奏。整个三弦里过渡段又是一个变奏，是乐曲进入中部，就进作品进第二部分，进入快板。第十一、十二、第十三这个变奏力度越来越大，到第十三嘛，达到定高点，达到经典。这三个变奏没有音调的，就是节奏。你们看琵琶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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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琵琶和扬琴互相打节奏不一样，然后熏换成去高音熏的，熏节奏不一样。然后在下面这个和古筝节奏又不一样。这样一来嘛，就古筝、琵琶、熏、扬琴，它们互相凑成了一个四个声部、五个声部的节奏对位，十一、十二、十三是三个变奏，是节奏对位的变奏。十三变奏，这是一个进入快板最高潮的一段，因为七个音都进来了嘛。在最强的时候，突然进入了第十四变奏，十四变奏拉空，突然埋伏下来，光用琵琶。实在是很重要，还反复了一次。为什么呢？我要熏这个，表现这个孤魂野鬼的哭泣啊，呜呜呜！这种表现方法就是来自于京戏里面的这个摇板，来自于地方戏里面的紧打慢唱，节奏是死的，上面是活的啊。啊，胖来了。
四个遍就专门表现这个，那么到第十五遍就突然响起来，扬琴啊，突然响起来，然后板鼓进来，这个板鼓非常刺激啊。十六、十七、十八这几个变奏都是有各种办法表现节奏的。第十八和十九中间这两个变奏达到最高潮。中国板鼓也进来，大鼓也进来，最响最响的地方，从第十遍奏到第十九遍奏，就这是快板中间，很响亮，很响亮，把民乐这七个民乐的力量调度的最大可能，最大可能。高潮之后，第二十遍奏进入尾声，第二十个遍奏突然静下来，就人声进来。这个人声是我临时想到的，原来没有计划有人声，写到这儿来感到需要个人声了，所以我就唱一段啊，这样的。大鼓，这种音乐都是来自于秦腔和上岗梆子两种语言合起来的。这个中国音乐呀，光看民歌是不够的，要看地方戏。地方戏就是把民歌这个材料扩大放大成一种戏剧结构的，有人物，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们对地方戏希望大家基于这个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啊。上岗梆子不仅是一些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也不知道。我要不到那个地方去，我也不知道这个上岗梆子啊。所以我在这儿是因祸得福，是吧？二十一遍奏乐队乐器再进来。20、21、22、23这几个变奏属于全曲的尾声。第23变奏把那个第一变奏熏的声音再出来一遍。然后最上面一个梆打起来，就是全曲戏剧性的结构完了。We'll be right back.